那么常住十方佛，那么常住十方法，那么常住十方僧，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第十二尊，你们观世音菩萨，金刚上好，今日啦吼，我的好友吼，这个张艺兴吼，要来替做一个发挥，要来上这个无上经吼。伊伫咧十一月十一啦吼，听讲困困的，全人全啊这个往生啦吼。所以这人讲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啦吼。但是我感觉也是要把握当下吼，积善修行吼，这较重要哈。那我们就不再多说太多的话，那我们就开始来，帮他送这个，一个是无常经吼，顺续来答各位解说一下。今日这吼，足侪只朋友、只旧友啊吼，因为大家无熟悉伊啊吼，但是你会当甲伊结一个好缘吼。今日甲这听掉了吼，我那心肝，我那个想一个张艺兴，回向哦，伊甲这个功德回向伊。你听过了，经由你的心回向乎伊，吼，安尼就有法度来甲这个回向伊了，这个功德吼，咱大家结一个好缘吼，今日先甲大家结一个好缘吼，希望各位拢会当得解脱。嗡嘛呢叭咤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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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嘛呢见者见即解脱。好，咱今日开始来这个做这个无上经。好，我拄啊才登录下来吼，咱个这个无上经吼，这叫做佛说无上经，啊嘛叫做三起经吼，这大唐三藏法师译进吼，这弘这个弘德吼。来迄落，头前则是爽啦吼，这就是咱哩甲这个，咱爱先有这个皈依三宝吼，这个当赞佛吼，然后开始来开启一部经吼，佛说无上经吼，所以这又名三起经吼，译名三起经。好，那弃所皈依无上士吼，这就是皈依佛啦吼。上起弘誓大悲心，就是发慈悲心啦，哈啊！咱咧讲发菩提心啦，哈。为这有情生死老，令得涅槃安忍处啦。为了帮助咱所有有情啊，哈，伫这个生死流、生死老这中间啦，哈，伫咧铺垫哈啊，所以佛啦，哈，为着要让咱会当哈来救济哈啊，然后来。普济啊，普度就对，令得咱诶会当伫即个涅槃处啊，吼，会当得到安稳。大舍荒废恁无关，一心方便净慧力。祝你利他喜圆满，国号调御林天师，佛是叫林天师啦，吼。祝你利他，吼，祝你利他，大家拢会当圆满，吼，客修皈依，啊，这是皈依，这皈依佛了，皈依法，吼，皈依客修皈依。这就是三皈依啦，皈佛、皈法、皈僧，就是这。这客修皈依妙法中，三四二五理圆明哈，七八能开四地门，三四二五哈，这拢是三十七道品啦哈。我是照你讲啦哈，三十七道能开四地门对啦哈，四地门啊叫做苦集灭道啦哈。咱用来这个这个，苦集灭道，苦的无常，苦无常，苦无常故苦啦哈。今日这就是无常哈，无常故苦哈。七八能开四地门哈。三四四念住三归佛归法归僧三归一啦齁四念住再来三个四啦齁四念住四正勤四神主齁
二无，五根五力啦，信尽念定慧，产生五根，产生定力，二无，然后信尽念定力，七不离分，八正道分，七不离分，念觉知，则法觉知，精进觉知，喜觉知，已觉知，定觉知，舍觉知，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念、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能开四谛门，苦常苦集灭道，苦无常，苦无我，即因缘生，灭尽妙理，道理灭尽妙理，道理如初哈啊，这个就是四谛的这个十六法智法门。啊，这不要紧啦，你这还不听了，连讲我这一步一部分再来讲哈，你有兴趣啊再来参加，不要紧，都会在这个我们叫做网络大道场哈，我放在我的 YouTube 上面。修则感到贤道无为万，修为人修三七的不一定会当到无为了哈，哦，到无为哈，啊，所谓有为无为，不依不异，以后再讲哈。华云华语论群生，能除热恼易中病。这个咱经过这个学这个法了哈，这个华云华语啊，能够让咱的这群生啊得到滋润，也当除掉咱的热恼，哦，咱的热恼，然后也当来把那我们的重病啊能够消除。好，兰花之徒始调顺，随机引导非强力。兰花之徒法达会当调修咱这个众生啊吼，难度难化啦吼。但是啊，你若修三四度品了啊，你就会当互伊调顺。随机引导非强力吼，随机啦，唔是讲硬要甲引导的啦吼，你硬要甲引导那也无效啦吼。啊，所以这随机吼引导，吼随机来引导伊归路佛法。啊，客修归于真性种，就归于众生啊哈。生众啊，哈，归生众啊，哈，啊，八辈上人能离染，哈，三途八辈了，哈，金刚自除破邪山，永断无始相缠缚。这里金刚了、啊，金刚经的金刚自除了、啊，金刚除破邪山了、啊，永断无始啊，无始以来我们被相所缠缚。是从入院啊，这就讲佛祖啦哈，开始啊哈，伊这为入野院开始度五比丘开始哈，水火一带红教，因为这佛法有法度，佛法有法度来普度，就是有生众啦哈。各称本源行化已，灰生灭智即无主无生。各称本源行化已，灰生灭智即无主。这里哈、啊，根据这个本源呐、啊、哈啊来化主计。哦啊，予大家会当了解咱这个身躯，唔是真正的吼，啊，袂地俗无生啦吼。客修中境三宝尊，是为正音灵菩萨，咱来三宝吼，佛法生三宝吼，会当这是咱的真正修佛的正音吼。啊，生死迷于正成逆，贤令出离自菩提，吼，拢会当予咱得到这个菩提吼。啊，这个无上经主要的讲，这个无上经主要我们在禅门里面呢、啊，它一般来讲都会王者送了。啊，今天要甲这个，咱要来送咱这个好朋友这个张艺兴哈，还、啊、是我的好球友啦哈，啊，困困的从那再见哈，啊，这里表示哈，人讲生死有命呐、啊，生死有命的命，这个命是啥？你一生人做的啦，啊，你一世人就是得安尼啦，吼，啊，你的修命就是安尼，但是伊真好走啦，睏下就再见啦，吼，未算未歹啦，吼，啊，所以生者，大家拢会死，无一人无死的，吼，啊，容颜尽变衰，啊，大家人拢会变老，吼，大家拢会被病所侵入，无迄个当免的啦，哈，无迄个会当有啥物人无法度会当脱离这个生，有生就死。就会老，就会得病，吼、哦，无人有法度会当去免这个代志啊，就是庙高山啊，吼，伊结尽了拢坏散，就是讲你这个剑嘛是有尽啦，吼，国家迄落的高山嘛是拢会坏散，吼，大海深无底，一呼大海啊，吼，这个地球哩运作吼。大海深无底呀，哈！劫富
义父皆归，拢嘛是会枯竭的哈。大地既流月，时至该归尽哈。未沾为师，不必无常吞啦哈。这个无常就是安尼啦哈。啊，常是非常处哈，这就是讲非想非非想处了哈。咱有欲界、色界、无色界。欲界哈，就是咱一般来讲的六道哈。天有欲界天、色界天啊，一直到非想非非想处天。好、哦，无色界天哈，下至转轮王，七宝定随心，千住相依老。伊因寿命了尽的时阵，一时啊就袂堪要停的了哈。飘翻飘四海中，虽然受众苦，循环三界内犹如急经轮呐。好。嘛，那像咱这个禅哈，做简哈，透析翻主题啊哈。这当然啦，有修过了哈，有兴趣啊哈，啊，咱再过来研究这个物件。咱先来叫这个底的，咱讲十劫符啊，底呀，底呀，十劫符，身见劫、疑劫、借进取劫。咱对咱一直认为咱有一个身躯啊，叫做地呢，这叫做十劫符啦哈。啊，过来贪嗔吼，啊那要修这个数个的人，初个就是安尼修了哈。然后接下来是色爱、无色爱、昏沉、道局、慢、无明啊，十劫符啊，这就是主要就是修五见识、五力识、甲五顿识啊，这就是因迄当阵啊佛祖所留来的，这就是。咱要修菩萨道，咱嘛是爱对这个声闻道嘛是要有了解啦哈。无相诸世尊，独觉声闻众，你看哈，上下无相心，何况有阿耨啦哈。世尊嘛是会啦，那会涅槃。啊，这声闻心哈，啊这声闻众，独觉就是辟支佛哈，独解哈。啊，是咱讲这个哈，辟支佛这哈，独解就辟支佛啦哈。啊，这声闻众哈，这圣者。嘛是爱甲这个无常心，咱这个心来起，辛苦安那来哦，世界安那来啊、哦？这楞严经内底有讲，你若对楞严有兴趣啊，伊就是啥？世界相续的，这个世界啥相续？因为老而化成，开始就定就定啦，开始就定啦哈、哦。啊，这个众生相续，业因业缘，什么因什么缘？三因三缘呢？杀道淫三因，父缘母缘业缘，啊，啊个业果相续哈，咱做一件啊，和咱一直不断的累啊，这个佛祖嘛是爱下这个无常心哈，啊，这个何况伊凡夫啦，咱同款啦哈，啊，咱的爸母甲妻子兄弟甲眷属。目睭看者，咱们人都生死隔啊啦哈，生死隔欢啦哈，温和不丢谈，是故劝诸人定听真实报，共舍无相处，同行不失门。佛法如甘露，独乐得清凉，一心应神听，另觅诸烦恼哈。佛法啊，那就甘露同款，会当予咱除乐，予咱这热闹哈得到清凉了哈。那讲水供养水哈，暖凉洗净清澈易游，对不对？水有八德供养十方，地主的六道清凉，好，咱会当清凉了哈。一心应神听，令灭诸烦恼。如是我们一时佛祖在下佛罗舍洞入果多恒。佛家这比丘讲啊哈，有三种法，伊诸世间是无可爱。这个咱这个世间呐，在世啊。不是无光的啦哈，是不可怜的啦哈，是不轻易的好食啊。什么意思啊？老病死啦，头先有讲过啊。咱人无一个未老的啦，大家拢会得病啦，一定会死的啦哈。咱这 BQ 出老病死，伫咧做世间，实在是无可爱嘛，无公正啦哈，实在不可怜嘛，不轻易用老病死。世间无食，如来应证定觉。不出于世了。那真正这个世间无老病死，佛祖就免出来啊啦，免再跟你讲啦哈。
啊，为主众生所说所证的法，甲调免啊来调伏这个代志啦吼。是故因地啊，出罗悲喜，以诸世间是不可爱，是不功德，是不可念，是不轻易，由此三思如来正定觉，出现一世为诸众生所以所证到的法，甲伊所调伏的代志。这个时阵，世尊中岁诵法，哈、啊，世尊佛祖啦，哈、啊，就开始电话过来讲这个，我书中言拢会败坏啦，哈、啊，内心衰变亦当然啦，哈、啊，唯有圣法不灭亡，诸有地灵，咱这有爱产生智慧的人，大家爱善察啦，善察啦，哈、啊，好好啊去观察啦，哈、啊，观啦，出罗悲喜，大家拢会嫌。行于丑恶，则可厌嘛。哈、哦，少年容貌一时啊，暂时乎你，乎你一时啊尔啦，不久显虚见枯的枯萎啦，哈、哦，哦，都会败坏掉伊啦。假使寿命满百年，终归不灭无常，无常表示是无常来啊啦，早晚也是会死啦。老病一苦相随着，行于众生做不离。二是世尊说是经义，诸比丘天龙药车坚达婆阿修罗皆大我信我奉行，啊啊信受奉行啊，这就是天龙八部啊。你讲天龙八部，咱人天天龙八部好啊，这里长求诸义尽，所以叫大家爱修行啦哈、啊，把握当时哈，即、啊、身修行哈，即、啊、身修行。相求诸欲境，不行于善事；温和保性命，不见世来侵。命尽其欲尽，积杂虚分离啊！众苦以是众苦啊！吼，甲这个死拢是做伙的啦。此时咱再来多怨叹，再来分两百。两百几番飞啊，几番伤啦。四刀随业下啦，四个刀啊，咱的业。所以咱讲，生死在天，天天就是你较早所做来。你今年你修的结果就是安尼。哦啊，但是你这世人我都救啊，有啊，啊嘛有足侪方法的啊，你去赎各种生物的命。哦，啊，像这张艺兴啊，吼，伊嘛做好，伊较早头毛做起来，长起来，拢会提起做吼，这个感情的人去做头毛，伊啊留这长头毛啊，加掉了拢啊，所以啊吼，今日其实咱来个看啦，认真啊看，其实啊，伊嘛是一个，因为伊也免经过病痛吼，安尼就时间到啊，就自然来死亡。当然你会讲啊，你的人哪安尼讲啊，对啦，这就看会出，看未出，看会开，看未开啦吼。啊，过来伊这个咱。咱要来修，咱的寿命要安怎来延长？你有众生命长，这叫做大乘嘛。你有众生延续生命，所以有做奉生嘛。但是这奉生啊，有的当送奉生，这个奉生有当时啊，煞去害到其他的生啦，去这煞乌白放吼，啊放一个蛇仔啊，然后是讲怎么这怎么个迄个绿蜥蜴啊，放啊煞在等到呢？啊，做害其他的在地物种，才变做死去啦。所以说，未使乌白放生啦，吼。啊，过来放生，就抹杀生，成为抹杀生开始，吼。好，来啊，死刀随业法，以相病，咱就开始惊慌啊，吼。但是你若知影，你就莫惊慌哦。无灵会当来，甲咱无人会当来甲你救济，你业尽啊嘛，吼。业尽啊，随业差啦。死刀随业哈，这个写得真好。灯串穿一个灯盔，这搞不好这就是你讲张艺兴的灯当长传连胸脊啊，低气喉中间啊，使用吹死命，轻熟大凶手。这你讲死的迄个现状啦哈，注射该分脉。行入显声中啦，轻低嫌气下，临避行看气，将至阎魔王，随业离修报，圣音生善道，恶业
对你离。你若做，看到这世人啊，即马你这世人就看啊，你后世人就看你即马这世人所做的。啊，你这世人的命是因为你顶世人所留来的。当然，嘛有可能现世现报的啦吼。啊，你若足侪人有现世现报，即我无讲啊。你若有兴趣，咱再过来研究。你若有问题啊，嘛会使来教我提问啊，大家互相来研究啦吼。啊，圣音啊，若做即世人，你若受好的音啊，你就会当去神道哦，灵道、天道哦，啊，色界、欲界、色界、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欲界有六天、四天龙天哦，脱离天哦，啊，夜魔天哦，多说天哦，啊，脱帅天哦，啊，过来。他化自在天，哦，啊，过来色界、初禅，借着这样离生喜乐地哈、哦，色界、初禅了哈，啊，就什么天，这总共有足侪天的啦哈，人、哦、家有兴趣，大家再过来研究好。啊，恶业对你尼啊哈，三恶道啦哈。哦啊，有可能变恶鬼啊，可能变去地狱啊。你呢，就一般咧讲地狱啦哈。啊，过来变畜生啦吼。啊，贪嗔痴吼无明哈，明暗无贵非，黑暗不贵痴啊。病不愿冤家，病大家拢会得啦哈。大步无贵死啦，无迄个未死的啦。哦，有生皆必死，做罪苦切身，当肯。当勤积三业啦，勤做三业啦，身口意三业啦，哈！你要好好掌握你身口意每一时哈，你身躯所做的，你嘴所讲的，你心内所想的，勤积三业，行修与福地啦，好好去修在咱这个福地内底，灌输该舍弃，灾祸临他将，但持自性根，险道穷良心，譬如罗邦秋暂时开九亭，车马及车离。不救该如是，譬如君上鸟，夜住但随飞。啊，这款呢，免阁解说啊，大家看就知。啊，你若有兴趣，再去吼，若要爱这个这部经，再甲我讲，也是讲啊吼，找这所在吼，四气别侵，四气别侵低啦哈，乖离也就像咱甲咱的亲人吼啊来化道别啦，唯有佛菩提的。唯有你这个佛菩提，才是你真正的归依处啦，哈！哦，才是你真正的归依处。以五经列说，智慧智者，你应当爱思测啦，哈！大家爱去思考啦，爱去观照啦。天阿修罗有车顶来听法者，应自心啦。天人阿修罗有车啦，哈！天龙八道啦，哈！来听者，应当爱自心，拥护佛法，使这个佛法会当长存。你所要了解这些问题，拢伫佛法内当替你解说吼。啊，但是佛法太济咧，太济咧啦。啊，毋是一讲就学会，啊，毋是讲一句话你就会当完全了解啦吼。然后了解就免需要三藏十二部经啊啦吼。啊，你道藏经啊，哈尼济安尼，呾大家修到哈尼济年几啊，几世你修啊，毋是干呐几落去修吼。啊，但是你有要修，你就有开始吼、啊。你就有要修，你就修金刚经所讲的。佛祖死了五百年啊，有迄个持戒、持戒修福者啦，信是金刚经哈。当然啦，对金刚兴趣，咱再过来讲这个金刚经。各国款式、轻型世尊教，诸有天道来之处，或在地上或虚空，常有人世起诸心，昼夜诸心已发诸啊，你。日夜啦哈，主心啦哈，那依这个法律来主啦，愿诸世界上安论无边福地群生，所有罪业并消除，远离众苦归原性，行有戒相道应体哦，用戒相啦哈啊，戒相戒定真相哈，修改才是真正的定相，戒定真相哈，来给咱哦做涂我们的身体，常持定福以自身。七戒、戒定慧定，哇、啊，这定足济啊，讲袂煞。啊，你若菩提妙法遍庄严，菩提
发菩提心啦，这菩萨道啊啦吼。所以嘛爱戒，嘛爱定，嘛爱菩萨道，随所住处上安乐。六比丘、比丘尼、六有婆塞、有婆伽、六有人将用名，这种就是讲比这一般啦。咱这有婆娑者就是在家啦吼，哦，在家男、在家女啦，身心苦痛，应起自心。你若身心你艰苦的时阵，你应当爱起这个自心。我这老爷告诉胸痛遭遇清净，作心静意安详立足正念思维。六病之人，自无力者，依人辅助，又不能做单人病者，右邪自着地哈啊，右邪着地了，合掌自心，面向西方哈、哦，面向西方。当病到破病啦，当病者正处于静处。为用这个香泥多地哈，随心大小方格为大，以花布地烧种明香，四角宁静。以此以谈呢，选以采上，令彼病人心心相受。这其实伫这个《药师经》内底有讲过啦哈。哦，观其相好，了了分离，发菩提心，复为广说三界难居，三途苦难，非所生处，微佛菩提是真贵重啦。我做的这个菩提啦，就是你每一个拢是有这个觉，这个菩提发菩提心，这是你真正皈依的所在。以皈依故，必生十方诸佛刹土，以菩萨作作会，受彼妙乐。闻病者言：汝今六生何土也？病者答言：我欲生摩佛世界。是虽说法人相病者之心之所有，留于宣说佛土，因缘十六观哦，这个。这底下这个因缘十六观哈、哦，因缘十六观，这观无量寿经内底哇，这其实甲一部做一经拢讲出来，啊，做一遍收集一只，啊，你有兴趣啊，你就是爱落去修持，爱去了解一部经啊。伊由于西方无量寿经，一一故说令病者心乐生佛土，为说法人服事地观。这叫做学教，啊，个学啥？学宗啦，宗门用功啦，修定啦，哈，这做最好好修的啦，哈，啊，做一款的，啊，念佛的，啊，祈求的，啊，有做这静坐的，啊，有这个禅坐的，哈，啊，然后就最重要是止观啦，哈，地观啦，哈，哈，随风随何风国，到什么所在？佛上心好，观上好意，佛教持，佛。告请佛及诸菩萨，你做时间，客修如来应正觉，并诸菩萨、摩诃萨。愿哀悯我拔济了业，我今奉请为灭障罪佛像地主随佛菩萨往生国土。第二、第三，亦如是。哈、哦，急告请伊，复令病人清彼佛名。十念成就，以受三归。所以你要去倒一个，无毋是干那西方极乐世界吼，啊，你要去药师佛的世界，你要去阿处毗佛的世界，哦，你要去遮个足济佛的世界，哦，只要十念就行。伊还过来受三归，归佛、归法、归僧。归佛，佛就是你的觉；归法，法就是正法；哦，归僧就是你正清净的行为。以受三归，广大忏悔，忏悔。比喻，所以为忏悔开始的。忏悔是啥？我所做的唔对，我所做的唔对。今日弄，就是咱的业啦，咱所做的唔对，咱弄我都真心来看，来忏悔，包括咱的心、口、意，哦，所做的，哦。因不能受菩萨戒者啊，广大忏悔彼哦，啊，过来为这病人受菩萨戒哦，你看嘛是爱受菩萨戒哦。六病人头前遐就是啥，这声闻是因戒戒定慧啦，因戒生定，因定生慧，然后开始受菩萨戒哈。六病人菩萨戒是大乘啊啦哈，大乘啊，这个有兴趣，大家有兴趣，咱再过来研究六病人困不能言者。那这个病人吼，伊无多因为困苦病痛，这其实这药师咒内底啊吼，嘛有像类似安尼啦吼，都是咱只亲人替咱只病人安尼来做，连欲罪灭得菩萨戒，爱受菩萨戒，吼、哦。
菩萨戒啊，我上一下菩萨戒。这里是梵网经菩萨十众四十八亲哈、哦，戒杀盗淫妄酒，其业业因业缘哈、哦、啊，不说施工或自断毁，但兼贪不吃戒，嗔不受毁戒，谤三宝戒，不敬师长，不食肉，不食酒，不食五行，不教戒毁罪，哦，不供养说我，不枉听法，不背诵大圣，不见病，不续杀续戒，过来。不续杀续戒，哦，就是上这个菩萨戒哈，啊，大家有兴趣啊，那个把这菩萨戒啊，提来做咱每天的持诵，得菩萨戒，即受戒以伏彼病人，彼首啊握，面向西方，闭目闭目，开目闭目，地享佛三十二相八十随心行，乃至十方诸佛亦复如是。又一其说四谛因果十二因缘。就是四谛十二因缘的哈，苦集灭道，我刚才想过了哈啊，十二因缘，无名缘、行行缘、四四缘、名色、名色缘、六六六六缘、触缘、受缘、爱缘、有缘、取缘、有缘、生老病死苦啊，无名老死苦恐苦空等。若名中人看病人哇，但未称佛，生生难称佛名。随病者生其名号，不轻易佛，恐病者离心。所以你要去到位一个佛啊，你就一心啦、啊，这重要是伫一心啦、啊、哈。咱彼病人命见狱中，即见化火及菩萨众，持妙香花来迎行者哈、啊。行者见你变生欢喜，心未痛苦，心无散乱，正见心生，如入心点，声禅定哈，顺一命中，必不对地界崩生恶鬼之处。成就是头用头前这个教法。犹如众书屈身必勤啊，那就讲安尼安尼哦，即生活前哈、哦，你安尼手举一下哈、哦，屈身哈，安、哦、尼手安尼举一下，你就已经有够福前啦。若在家居士哈，有婆娑伽，有婆娑，若命中了后，当处蒙者，身好衣服，积积随心受王者。可分杀者，为其亡者，将施佛道。甲咱的，咱已经死，这个亡者吼，伊的剩的这三世吼，啊来施佛者的修道人就对啦吼。啊，为其亡者，将施佛道，莫生莫称者吼，佛道莫生。对施佛者的人，有施亡者业绩将转进，啊，伊就因为安尼布施，这就布施啦吼，福性功德福利之，这就是。这不应以其施死施者好意等将以送之，何以故？无利益故。哦，叫你讲，甲这个死人甲穿好衫啊，小小条，无利益，对无利益个。你替去做布施要利益哈。六出家 BQBQ 尼哈，啊，一般来讲，会当请一个 BQ 读这个经者吼，生意发作吼，为其亡者读无上经，吼、哦，号助哦 GI， 唔通提考，吉米一年嘛是爱安尼，至心啦吼、哦，为彼亡者烧香散灰，供养高祖微妙经典，积善 BQ， 然后安坐合掌恭敬。一心听经，比丘时时为骗毒；六门经者，各国主观居心无常，不常磨练。其实吼，大乘的做法就是安尼啦。今日你啊读一部经，啊，你听我安尼讲过，吼、哦，啊，你心内吼、哦，我那安尼想，这就是怎么来讲这啦？各国主观居心无常。你哪会当一年安尼开始来看啊？咱真正每一个人拢会得，拢会这个无常，吼、哦，不过就咩离离世间呐。念离世间，入三摩地，哈，入三昧就对啦。你知影讲哦，这叫做什么？色即三昧。这就是讲，咱今日读这部经无上经了，咱知影讲哦，咱的色心无度长久。啊，你就知影这个智慧，这就叫做入三摩地啦。哈，除此之外，复更散花啊，读这经，读这部经了，
散花烧香供养，啊，来请这个 BQ 尼水送好酒，酒无汤水满三七遍，三王者身上。护更坐进黄土满三十七遍，善王者身，然后随协安，这个这就是要大啊啦吼，要以灰魂，这是土葬啊，这就是灰葬。协西啊，较早个有这西都里面来自土，因较早个有天葬的三家啦吼，以出功德因缘的果，因这天葬其实就是甲伊的肉啊，互托众生啦吼，就是互这秃鹰者安尼吼。来续因这人的命啦，令比丘人八千万银地都劫。咱所做过的是恶重罪，十恶四重五无间罪、五无间业，放大圣经啊！你若不被放过大圣经的哈、啊，你这业报大圣经吼、啊，你就丢骨气了。哦、啊，你无得去接受着各种的经册，有个人啥经册蒙着就困，啊，就无多，这种诈。你就一个疑，啊！你就做起个代志，一切业报将定一一消灭，以诸前佛大功德，起地断灭，得六神通之三明地，进入初地，由六十方供养诸佛，听受正法，渐渐修集，无边福慧，必当证得无上菩提，转正法轮，度无用众，最后大愿。趋大圆寂，成最正觉，临终方觉。哦，头大咱这讲的是这个临终方觉啦，就是讲有病人啊，要临终的时阵啊，安怎做？伊这个所在，这个无坐无从水，满三十遍。那来一般来讲，就是用这个无从水、甘露水，用甘露做啊。哦啊，做进黄土，这我都唔知道，我再过来查看卖三六七遍线哦，这就是讲要土葬的。啊，那灰魂的哈，虽送好酒，十恶四重五五间罪，小咱这个将亡的人啦哈，啊，会当来消伊么？啊，就未去迄、那个这个所在了哈，所以。免等到要死才来做这个啦！你即马身体要健康的时阵，还佫我落学的时阵吼，较紧吼来学这个物件。无这是要死才袂用的啦！吼、哦，第一忏悔，第二发菩提心，第三吼、哦、啊修戒、修定、修慧，然后来菩萨行。吼、哦、啊，然后多读经册，吼、哦、啊中爱练功，吼、哦、不管你是念佛。祈酒，哈、哦，啊是禅定、修禅，哈、哦，啊尾也拢个，那安怎来去得到这个三脉，哈、啊，什么经得什么三脉，哈、哦，啊过来就是这个，啊比如啊你要身体好啊，修有修经，这每一部经其实拢有讲啦，啊只是讲啊你都无缘去学学到这些物件，好，好啊，这个部分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无常经，哈、哦、啊底下诵说。啊，咱来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以众生等，皆共生佛道。愿以此功德回向吼，这个张义新吼，业障、病障悉消除，身心得安康。啊，业障、病障悉消除。早生善道，往生净土。阿弥陀佛，啊，持一下这个阿弥陀佛咒哈。那么阿弥陀佛，大拉嘎达多多多阿弥陀佛，阿弥释迦牟尼佛，阿弥陀毗迦兰帝，阿弥陀毗迦兰帝，伽弥尼伽伽罗出多伽利娑哈。好，阿来上一个啊，这个心经。
观自在菩萨行深发切菩提心，都是照金刚讲，都是讲舍利子，十不异空，空不异色，十不异空，空即是虚空，就是犹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性，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虚空，就是无眼耳鼻舌身，无色声，无味触，无眼界，来自无色界，无名，无尽，来自无漏数，无漏数，无苦集灭，都无定，无定，亦无所得故，菩提心，亦发切菩提心，心无挂，无挂碍故，无有空不有，你等到往生，具有那凡三界诸，亦发切菩提心，得那么多罗三藐三菩提，故如菩提不离菩提多，是大乘就是大明就无上就无等等就能第一切故亲不故说发切菩提心。就啊，该地该地，菠萝该地，菠萝生该地，菩提萨婆。我那个这个功德啊，回向我啊，有收看这部 YouTube， 吼啊，咱来替这个咱的好友，吼、啊、这个张艺兴，吼 啊， 啊所做的这个发挥，吼 啊， 啊，你往那至心个回向我，啊，你往那得到无限的功德，吼、啊。而且也好，你也当接近三宝，这个猪牛啦，为这开始生产你的猪牛，阿弥陀佛。